Clarendon， 莱顿公馆。今天我们在伦敦北三区来看未来城铁二期附近的新楼盘莱顿公馆。莱顿公馆是伯克利集团以 Alexandra 公园为腹地，斥资5亿英镑兴建，历时10年的开发项目。我从这儿步行3分钟到 Wood Green 商业街，有银行、超市、餐厅、电影院，附近的4个地铁和火车站，也会在30分钟内到达伦敦市中心和各个大学。22分钟到 Chinatown， 30分钟内呢就可以到 UCL 国王学院和伦敦政经。附近的 Alexandra 公园有着196英亩的土地，每一年的新年夜有着美轮美奂的焰火表演。莱顿公馆高层公寓的阳台将会是最好的观景台。